受到熱帶低氣壓海馬的影響，在清晨市區經常都刮起大風，還不時落起驟雨。天文台說，熱帶低氣壓海馬集結在本港以南約310公里，並以時速12公里向西北偏西移動，並吹去廣東西部沿岸。咁過去嗰幾小時咧，熱帶低氣壓海馬咧就會開始採取一個較為西北嘅方向移動嘅。咁按照目前嘅預測路徑咧，我哋相信海馬咧會今日咧係繼續接近本港嘅。咁本地嘅風力咧會普遍吹強風啦，同埋有狂風大驟雨嘅。咁除非海馬嘅強度同埋路徑出現明顯嘅變化啦，否則咧今日需要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咧就機會不大噶啦。本港今日的天氣預測方面，我們預計會吹強風程度的東至東北風，離岸及高地就會間中吹烈風。指民政事務總署就設立了24小時諮詢熱線2835-1473，給市民查詢有關颱風的消息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。